清理狗窝。过来过来，这儿呢，魔女，过来，这儿呢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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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过来，这儿呢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吃多了这家伙，吃的太多了，有点这肚子。过来过来过来，这是魔女又身上刚才刺狗窝了。他好玩水。嗯。大家好，我是静啊，今天把这个魔女给放出来啊。大家一直都在关心他这个脖子上那个大鸭蛋有没有消下去，给大家先看一下。呀，今天吃的可太多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这肚子跟怀孕似的，哎呀！今天是我赖我了，就没掌握住量。哎，那哎，我这儿呢？有一点。嗯，看，就这个，就跟鹌鹑蛋一样了。以前是个鹅蛋，现在把你俩分开了，就这么吃还能吃这么大？那是不是有水啊？里边喝水了？刚才加点水。哎呀，吃完东西吃的也多，今天吃的也多，是不是？嗯，太多太多。这样吧，把我们那几个小狗全给放出来，让他们跑跑活动活动。行了，吃了这个消化消化，好几个小时了，今天中午我就不喂他们了，先让我们跑跑吧。嗯，行。嗯，消化消化啊！等着，魔力，这呢这呢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进呢进呢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哎，好的，还是护，跟人家在一块还是护。那五个老虎啊，五个老虎出来了。这边来，回来。看这边，这儿，回来。大雪，被绳子绑上你了。来了来了，都来了。这这来了来了。呀，你钻那里边了。摔倒了。现在咬住之后，谁也不撒手了。现在分波了，现在你看吗？他俩一直咬那个，那两个一直咬这玩具。还有一个玩具本，看看。魔女今天咋了？你肚子太大了，今天不占优势。跑不动了，你都。啊。哎呀，吃太多了，今天让你。
徒吧，这性格反常啊。舅爸不乐意了，你看吗？咦，撕坏了吧？你咬就咬，撕啥呀？这个小母狗再次的被一位粉丝预定了。对对对，过两天就发走。那位粉丝还是要咱以前那个罗瑞娜那个，嗯，那大哥。今天这个巨无霸跟魔力干上了，杠上了。巨无霸用他的声音直接赢了。气势，嗯，看来和这猪吧抗衡的只有这大雪了，一个他俩在一起倒没啥事儿。来，走走走走走，看看这会儿撕成啥了。哎呦，快去，他也弄走了。拿几颗，你就是个二皮脸，我发现。呀，过去，哎呀，别动。最后换成踏雪跟酒吧，就他俩在一起还没事。酒吧，不许撕！去，打你！不许撕了，说着不许撕了。啊！还有替他上了呢，你看看，都围攻我了。你想干啥？还咬我手啊，踏雪！我捂住你嘴巴。还咬我手。你应该护他，你应该咬他护卫我。你魔力，弄我一手的口水。今天魔女有点反常啊，魔女的肚子也可能吃的太多了。魔女不行吗？你今天，你前两天一块放出来的时候还谁也干。巨无霸现在厉害了。嗯，现在巨无霸目前是这里边的头领。哎，你非得上那里边钻？来来。你别咬人家脖套行不行？咬人家圈儿了，酒吧呀，他想咬人家呢，看见了没？看见没？咬人家！
谁也不服。但是最后还是被这个魔力给压制了。呦呦呦呦，吐吐吐！他关键是咬着人家脖子圈呢，人家能乐意吗？嗯。挑不拣。哎，完了，都给咬开线了。扔了吧，不要了。不要，这里边有丝棉啥的，你吃了就不好了。嗯。淘汰。没了。到时候再弄几个玩具。弄几个那咬不坏的大球，纯天定。买不到那个大球，不知道人家在哪买的。嗯。一直就查不到那个。外边这大机器都卖了，我怕挂到线，我出去看了看，这机器收割机得在那收麦子呢，特别脏，放满天，你就根本就睁不开眼。怎么样，我这啊，干了一会儿架，闹了一会儿，抢了一会儿，干嘛呀，魔力，魔女。魔女，这家伙，估计是因为脖子上那个疙瘩，你看这两天没见长个，没怎么长，嗯，积到这儿了，这疙瘩也快消完了，还得让他们分开，嗯，这个原因啊，还是我估计是咬的，行啦，如果要是不咬的话，你看看，不至于是这样，嗯，现在他俩已经分开了。有大家给我出主意，还让我做个引流，拿一个口，然后塞个棉那个什么，这个棉球进去，这样给它做个引流，把这个里边脓水啥的给它去除掉。我也不能那样，直接针头扎进去吸完了之后，气死我跟你说，这条小母狗很厉害，它谁也敢咬，敢跟他们抗衡。它就是很强势那家伙。嗯。撤吧，撤吧。撤。嗯，大家也看到魔女了，魔女恢复很好，这疙瘩马上就没了。嗯，走吧。谁跟我走？谁跟我走？都来了。快点！有没有走的？